欢迎大家来到 WBC 中华队英雄特展的经典女孩见面会。首先让我们欢迎经典女孩梦洁还有懒懒出场，让我们欢迎。那首先呢，让我们可以请懒懒帮我们跟大家说几句话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懒懒。Hello。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，因为这是 WBC 中华队英雄特展。那我们的桌上呢，其实也准备了这次我们 WBC 中华队英雄特展的限定商品哦。那我们也请懒懒和梦洁帮我们展示其中的几项商品，给大家拍拍照好吗？是我们这次的经典抱枕，那它其实有双面哦，一面是蓝色的，一面是白色的。那梦洁手上的是我们这次的经典的棒球帽哦。好的，那可以帮我们画另外一项商品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我们可以请懒懒帮我们画桌上的棒球衣，那以及梦洁可以帮我们画桌上的毛巾。那我们这次大家比如说应援的时候，毛巾是不是就很好用呢？那以及一定要穿去现场应援的，其实是我们这次的经典的棒球衣。那除了手上的蓝白色的之外呢，其实我们也有蓝色的版本。那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现场为我们做应援，一起加油，一起为中华队加油。要交换一下位置吗？好，那我们一人一边呢，来先从左边的开始。来，后面的朋友，给后面的朋友一些机会。好，中间的朋友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其实我们还有机制对这次 WBC 中华队的英雄特展以及这次的经典赛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了。那我们其实呢可以请我们这次总共有四个问题，那我们会请懒懒和梦洁一个人各问两题，那总共会有四位幸运的朋友可以回答问题。那天啊，超多人。 Hello， 有桃园来的朋友吗？有吗？有。那现场还有很多其他队，还有兄弟的。你好，你哪里来的？高雄来的。哇，谢谢你。那你今天会去看球赛吗？热身赛会。那我等一下大家一起去看，因为今天大家应该都会看热身赛吧？会吗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球场见。那首先呢，我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我们台湾总共参加了第几次的经典赛？等一下，包含这一次哦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请问我们中华队是参加第几次的经典赛？那我数到三，大家一起帮我喊中华队好不好？那喊最大声的那一个我就选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准备好了没？三、二、一。哦，没事，我看到我的毛巾了，而且他喊了四声中华队。那我选择你，第几次？第五次，恭喜你答对了。然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会把你的纪念品呢是，请问这是中华队的名单里面，你要说出一个捕手、一个投手、一个外野手、一个内野手。不难吧？好像蛮多人会的。哎，谁讲得出来？现场。三二一，帮我喊中华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准备好了没？三。
请梦想来回答一下。先讲我好，没有，先讲。好，你用你的顺序没关系，我们有名单可以帮你 check。吉一样很快，然后那一首的话，等一下，你重来，你说鼓手是谁？吉一吉要总冠。哦 ，OK。然后那一首的话，张艺晨。对。然后外一首的话，陈晨威。OK。然后投手。投手的话，陈宇勋。有。那再加码说一个啦啦队好了。那当然了。恭喜你！要请那个我工作人员帮他拿，是这一届的经典赛，中华队是分在哪一组？然后我还没讲完，然后 and 还有对哪几个国家？要全部讲出来哦。好，来。没有了。我先选他们好了哈。我数一二三哦，来哦，一二三。哦，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举我毛巾的女生。来，请问你的答案是哪一组的？中华队是哪一组的 ？A 组，答对了。最后一题喽，来，请问我们这一次经典赛的第一天是几月几号？对上谁？然后还有对上谁？好，倒数三二一哦，来，三二一。我们再一个，然后三二一，然后要举手，然后喊经典赛，这样好，三二一。哇，好多好，我选这个，这位先生，请问最三月八号。3月8号，对，然后对上哪一个国家？对谁？我。那我们的有拿到拍照券的朋友们呢，我们请按照顺序从一号开始，从我的这个左手边开始，从一。